食出甜点地址：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一百巷十号，电话 0905-790527， 营业时间12点到19点，店家 FB， 请按我就在台中动漫彩绘巷里面的右手边，目前以外带为主，没有提供内用区。店家说之后产品会增加茶品的选项，而且也会在延伸出去的平台设置简单的位置。我本来以为可以来这边坐一下，好好享受一下甜点的，说哈哈，食出我第一次吃到他们家的甜点，之前没有店面，都是以网络上贩售或宅配为主。台中最近越来越多网络上店家转而有店面销售了，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。提供用餐的环境及选购甜点时的为难 ，Tilda。逛动漫之后可以顺便到食出吃甜点耶 ，Tilda。跳很快吗？马上进入选购甜点的阶段。其实好几样都想吃，但是没有要马上回家，加上还没有座位，我还是克制了下来。甜点的包装好用心哦，果然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，店家也有提供六入甜点的礼盒。带来跟动漫合照吧，野莓乳酪塔130美元，太皮酥香，吃来不会太甜腻，一点酸甜，口感像生乳酪饼干，好吃，回家马上被解决掉了。 Tilda 文章欢迎转贴分享，但全篇图文严禁转载盗用图文，版权所有，若有需求烦请先来信询问，谢谢。蓝色骑士 IG BLU119CHESE。